广东省深圳有一座山呐、啊，突然间呐、啊，垮下来了啦！到底是为什么缘故呢？有的人呐、啊、就说这是人为，那为什么是人为呢？因为这一座山呐、啊、是土堆、垃圾堆，那过去一段长的时间呐、啊，因为建设嘛，那弃土啊就这样的到了，集成了、啊、一座山。那这一座山呢，突然之间一声轰隆，33个厂房呢就这样把它埋了啦。里面的招票不给哈，所以呢有人失踪。不过慈济人呐、啊、在深圳里哈。听到了这样的信息，及时呢投入关怀，很快速呢成立了一个供应站，他们热食供应啊。现在的气候也是凉冷的啦，也是呢赶快给热食，还有呢这风衣呀、啊，或者是呢毛毯呐、啊、等等哦，这都是慈济人在深圳呢，这种及时救灾啦，也都是很快速，一直持续的，还是在继续的关怀中哦。昨天呐、啊。宗教处跟我说呀，需要福慧床，因为呢，这么多的房屋倒塌的、宿舍倒塌的等哈，有不少人呢在收容所需要福慧床，就请他们赶快联络昆山呢装卡车，已经呢，昨天启程了，说。要30个小时才能到达，这种突然之间呢、啊、无常降临，这都是呢人类，它不是自然的，是人造的，那就会呢有这样的垮下来，自然的。都会有这样，现在人类砍伐等等啊，自然的高山森林呐、啊，不也都是呢被人类破坏的，或者是呢砍伐的过度的，那一下雨呢，土石流啊，埋没了村庄的，这都常常听到的哦。总是呢，人类所造作出来的这种的业力可大呀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回归啦，回归自然呐、啊，生活，回归朴素，回归勤俭，这才是呢。我们生活的自然规则，看到了环保菩萨这位阿嬷吼，后黄素的阿嬷，她一个女儿从小就发现到了她有癫痫，同时呢也有弱智。所以留在身边呐、啊，妈妈照顾女儿，她就牵着女儿到环保站来做环保啊，慢慢的带着她环保站有师兄师姐也会用心来教他。那有一次啊，妈妈摔倒了，受伤了，他也到我们台北医院呢去看病。啊，我们的吴医师啊，看到了这一位老菩萨。 怎样也环境不是今后这年纪这么大，又是呢要照顾女儿啊，所以这吴医师跟我们的社福啊就去找啊找啊找出啦吼，就是适应老奶奶的身材的这样的背架，那送去。 给阿嬷啊，阿嬷非常的感动啊！这一段呢，在医院里我听到，我真的很感恩呐、啊。医师呢，关心病患，也会关心到了他的家去，还要照顾，还要常常呢去关心他。 这种医病之间的温馨，阿嬷呢对疼惜大地，还有呢接受了法，每一句法都入他的心，他都能知道。哎呀，人间姻缘呐，啊，跟查某囝就是安尼的缘嘛。所以有一段时间，女儿呢。 有病走不出去，他就把环保拿回家来做，但是还是也希望把孩子啊女儿带到环保站去呢，会有伴啊，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这种的教导，所以哈、哦，这个阿嬷呢。 呀，有母爱呀、啊，同时呢，也很有智慧，法入心啊，也了解生命的价值，也了解呢，生命呢本是短暂的，所以爱做来顿，不是做来度，所以呢，呵护了大地呢，啊。 利用生命时间倒流吼，那这一位阿嬷呢，真的很令人敬佩吼。那还有台中7位老菩萨，好可爱的老菩萨，那因就是按照这样的核心哦，啊，人人呢都是那样的修堪手吼来。 爱戴的做环保哦，人人都会叫他们7朵花阿嬷哈，做得很快乐，很欢喜呀、啊。这样的老菩萨在社会呢，他们呢还在尽人生责任，呵护地球、爱护人间呐、啊，这种的惜福造福啊，还是呢。 在这一群老菩萨的心里，从他们的时代，从古到今来啦，都是同样呢守住天地人的法规哦。那天地人呐、啊，哎，有这个种的法的规则啊，都有这样的人间对得起天地的规则。 他们呢也这样在付出哦，很多啦，看到了这一群老菩萨，资源回收，哪有那么多的垃圾可以呢囤积成山呢？那假如人人都动手，假如人人生活呢，那清淡一点，就不会造就那么多的垃圾。 那垃圾呢，把它回收呢，变成了资源。那资源呢，回收再制呢，就不会呢有垃圾山，都没有垃圾山了啦。总而言之啦，我们说起了天地大事呢，那要从人类的心灵小事说起。这小事吗？是不是小事？心灵啊，一动念心，轻微的一动念，可以造大福，也可以成大祸端。这都是呢，我们啊要很用心来觉悟哦。